大家好，我是雅兰。新年要到了，先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祝大家狗年行大运，十全十美。今天呢，首先我们要来先处理抽油烟机。抽油烟机这里的集油板，哎呦，是不是很恐怖？所以我们只要用洁儿亮去污液，就可以打扫得很轻松。你看，是不是不得了？清洁溜溜，这一罐可以多用，它包括墙壁也可以使用，瓷砖，对，瓷砖还有这个瓷砖的细缝，有没有？很容易卡垢，然后轻轻的刷洗，哦，刷洗，对，然后尤其是它那个缝隙里面，如果有污渍脏的话，我就没错就对了，没错。琉璃台也是很重要的，你试一块给大家看，你看，哦，不得了，是不是整个亮晶晶？我也只不过这样随便擦一擦，这样买不锈钢才有意义。它跟旁边还没洗到的地方真的差很多。地板我们今天就要来用这个洁儿亮地板清洁剂，只要一点点就好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很轻松？是不是地板整个好亮哦？这一罐它很厉害，它不是只有用在厨房，它连房间、客厅、浴室的地板全部都可以清洁。今天厕所用的东西又不一样了，是这一罐多霸道。哎呦，除菌清洁剂，你只要轻轻的擦过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可以除菌，也可以除霉。你看我们浴室是不是很容易发霉？尤其没有对外开窗的，对，中间的那个细缝很容易产生霉菌，所以我们轻轻松松的也可以把霉菌给清除。哇，你看，是不是很容易就清洁溜溜？哎，马桶我们最难清的就是这旁边的沟沟缝缝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这个沟沟，这个没错，这个喷头就用得到了。好，直接接下来就是冲水，顺便。你真的是蛮会利用。哇！天哪！看到没有？干干净净，真干净，清洁溜溜。所以呢，在这方面如果要除臭，没错，所以我们就有第二个利器啦，在这里，有没有多霸道？除臭的滚轮，滚轮，它是壁挂式的，直接马桶盖盖下来，完全不影响。不影响。所以我们再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厨房我们就是洁儿亮去污液，地板清洁剂，全家的地板都可以用。对，多霸道除菌。清洁剂，还有多霸道的去污除臭滚轮。最后呢，祝大家我们的狗年行大运，大家旺旺旺旺到不行，拜拜。